这些今天的丑闻，在缅斯克的武装浪潮汹涌而至。元首在今天早些时候召开了发布会。面对这些利用外星虫子的指控，您作何回应？我向你们保证，这些企图颠覆统治的言论绝对是恶意重伤。长官，您仍然坚持对人民的无私奉献是治国之根本的原则吗？哦，那当然，我肩负着维护全人类最高利益的职责，我从不追逐个人权利。那您如何来表达您的决心？没人能阻止我，联邦不能，星灵不能，任何人都不能。我会统治这片星区，或是看它化为一片焦土。我受不了了，你们这群豺狼以为能来随便质疑我吗？采访结束。我就爱看他抓狂的样子，但帝国会照旧把这事儿敷衍过去。这次不会了。 Mask 多年来把媒体当作武器，但现在却反遭攻击。一次广播能让我们取得比100次战斗更大的胜利。我想你是对的，这其实是这场革命的最初目的。虽然前路漫漫，但今天会是一个里程碑。就像你常说的，明星至上。 Matt， 也许有一天要由你来带领这群乌合之众。哦不，这就是我拥戴您的原因，长官。Ha ha ha.